王部长，其实我们今天只是失手错杀了一个普通武者，您说对吗？加钱，你们太卑鄙了，穆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们余家连累你了。儿子，孤月酒楼宴会上这个人让你颜面尽失，作为我吴家的儿子，你想怎么报复？那日他踢了我三脚，那种钻心的疼痛我现在还记得。我准备先挑断他的脚筋，再挑断他的手筋，我要看着他像蛆一样的在地上爬。真变态，不过我喜欢，不愧是我吴家的长子。是你自己站错了队，不要怪我。爸爸，救我！启明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他没有中毒？怎么可能？我亲眼看到他把酒喝下去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废了我儿子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滚！这就是中毒后的武尊吗？太强了！就算他是武尊，现在他中了毒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我们大家一起出手，人多势众，绝对能将其制服。放屁！你看看他哪里有一点中毒的样子？你欺骗了我们！不干了，我要退出。我也退出。吴家瞒着我们，让我们对付一个武尊，太不地道了。我代表我们家族退出。吴家和余家的这场争斗，我们不会再插手。可恶！真的中了毒，大家不信的话，就由我来证明。我乃武者高级巅峰境界，是否中毒，老夫一试便知。武尊，倒要好好领教一下这个境界有多么的无法战胜。武尊再强，也不过还是凡人。什么？那是武者巅峰境界的五霸七，被他一掌之力轰出七八米远，好牛啊！穆先生、彤彤，你们没事吧？穆先生，你到底中毒没有？我的确喝了酒中了毒，不过我早已把毒药逼了出来。要是换做以前，彤彤早就坐不住喊打喊杀了。今日竟然这么安静，果然女人都缺一个压得住她的男人。给我站住！大力丸药效测试100分。我有生之年看到丫头有个镇得住她的归宿，也可以瞑目了。不，你不可以。我已经派人把吴家的都捆了，这是从吴八七身上搜出来的解药。你们还要跟着吴八七吗？解药已经在我手里，现在知错还来得及。若是执迷不悔，下场就和吴家一样。我们愿追随于老爷，誓死追随于家。把药分发下去吧。穆先生，多谢您的帮助，让我于家免受灭顶之灾。我们于家还有一个请求，请让我们于家追随您，让我们为您做事。你们于家确定要追随我？我也给不了你们什么保证和好处，而且我以后会做很多事，少不了奔波劳累。我余家愿意追随穆先生。既然你们执意如此，我便应下了。从今往后，穆先生就是我余家的东家，他的话就是我们余家的行事准则，请各位同道周知。余家竟然甘愿给人鞍前马后，蠢吗？哼，如此年轻的武尊，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追随这样的一个神话，各种好处不言而喻。这只老狐狸，我提议继续组建北周家族同盟会。我们跟吴家不同，吴家是想一人独大，我们余家则是想通过同盟会真正推进北周的武道和经济发展。同盟会组建以后，盟主之位能者居之，盟主之下设立长老会，长老会由大家投票表决。这除此之外，我们还会大力培养新生代年轻人。我们北周的武道实力的确是一个短板，为表诚意，我余家愿意第一个把余家的修炼功法拿出来共享。我钟家愿意加入同盟。我李家也加入，我们北周确实需要团结。钟老李老都加入了，我洪家也愿意加入，为北周出一份力。这是好事啊，我们家族愿意加入。我们也要加入。这第一任盟主理所应当由大家共同选出，我们要选出一个令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又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来担当。大家可有人选？这还用说吗？
武道家族同盟盟主，自然要让最强的人来担任。放眼整个北周，还有谁能比得上今日宴会上的穆先生？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。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。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正面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。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机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告状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